来了多少天了？好几天了。钱用光了，钱用光了。身上带了多少钱？一分钱都没有了。哎，我在上海也任职哦。任什么职啊？是水利工程部总指挥部总指挥。总指挥啊，你是？总指挥啊，你有点不像啊。有点不像是你，长得蛮低调的大叔。啊。哦，我的工资高哦。多少？工资高，上亿数。多少？几个亿啊！我从来没带手机。从来不带手机。通过卫星部。卫星传输，卫星传输啊！你用什么传输给卫星啊？扣一传输。哦，大叔，你这个厉害，厉害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王秋裤。那么前面在徐汇区赵家浜路附近的路边看到了一位有点落魄的大叔，那么我也是和他聊了一下。你是不是需要帮助？不用啊。国际市高部住在什么地方？什么东西？国际市高部。我儿子儿媳在市高部工作，我找不到了。什么路？我就在这个附近了，反正不是什么路，我记不得。你怎么会突然过来找你儿子儿媳啊？啊，肯定要来找。我家是云南。云南哪里啊？云南门上在广南县竹林镇。少数民族。哈族。来了多少天了？好几天了。钱用光了，钱用光了。身上带了多少钱？一分钱都没有了。我带了几百块钱，坐火车，坐了到。那个昆山那边的再过来的是吧？啊，过来的。你老家没人了，就你一个人过来？还有一个老婆。你老婆没跟着一起过来？你自己有手机吗？没有。没有啊？嗯。那你很难联系他们。那你小孩这个电话你怎么会不知道呢？不知道。那你过来怎么找啊？啊，我就问他了嘛，就在上海黄浦区。你不是没他电话吗？你怎么问他的？没有。哎，他回去的时候我问他。你在什么地方工作？他说这里市高部，国际市高部。他在那个地方工作。工作。是的。你今年多大的岁数了？70岁啊。嗯。那我等会我给你点现金，今晚上吃的还是可以买一点的。你以后怎么感谢你？啊？怎么感谢你？不用感谢我，不用感谢我。那我只有这20块现金了。也没多的了。哎呦。哎，谢谢谢谢。你自己买点吃的，买点喝的。慢一下。我把我的地址给你。不用，以后等我帮你。感谢你。不，一点小钱不用还了。妈妈，不是你告诉我，你这个来上海到底找他们有什么事情了？主要是我是市高部的高级干部。你是市高部的？啊，我也是市高部，我参加时间长了，30多年了。不是你说什么意思啊？你们市高部的总部在英国？啊，在英国，查理耶夫。查理耶夫。啊，你这个我想的有点听不懂。不是你们具体是做什么东西的？我。啊，我是干部啊。干部啊，做什么事情的？现在我在上海也任职哦。任什么职啊？是水利工程部总指挥部总指挥。总指挥啊，你是？总指挥啊，你有点不像啊。有点不像是你，长得蛮低调的大叔。你总指挥，你怎么上海你这个没人来接你了？啊啊，来了2、3天，我也不知道在哪个地方。不是，那他们怎么？你总指挥怎么不来接你了？他们？昨天我去年他们休息。你不说你不认识吗？怎么又去了呢？啊，妈妈找嘛，是这样。那你这个工资有多少？你这个在他们任职总指挥。工资，哎呦。你工资有多少啊？我的工资高哦。多少？工资高，上亿数。多少？上亿数啊，几个亿啊？几个亿？你的工资啊？几个亿啊？存在我这个儿媳，哼，账号上，他是银行副行长。又变银行副行长了？啊，国际市高部。银行副行长，儿子是行长，啊，他们两个在哪里办一个银行，办一个国际银行，也是我介绍的。你应该关系户，啊，关系网很厉害的，你怎么没手机呢？没有办法，没有，我从来没带手机。通过卫星传输。卫星传输啊？你用什么传输给卫星啊？扣一传输。你就说话传输给卫星啊？哎，对，大叔，你这个厉害，哎，厉害，你这个简直是超能力了。查理耶夫总高组。跟那个小王通一下话嘛？不是，通一下话跟我。哎，你听。啊，不是大叔，你进来工资。别说话。我别说话，你在通信了。怎么了，大叔？通信的怎么样了？哎，你还不懂，你要。对啊，我接收不到信号。要学一段时间。嗯，其实我的大部分钱存在国际市高部，扣下了以后一个月，再给我
几百块钱，几百块钱你就拿出来用生活。对 对, 对，拿出来。那大叔这样子，你平时吃点什么东西呢？平常你估计吃的也蛮好的，这种身份。嗯，有田有地。啊，有田有地。我们自己养老。嗯。空余时间种田种地。啊，就吃自己种的。啊，自己种的。嗯。哦，你这个人挺好。好，好，好。嗯，挺好。几岁了？我啊，嗯，快三十了。快三十了。是的。有几个娃？没有，还没结婚呢。哦，赶快结婚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一个月拿多少工资？我啊。嗯。一个月嘛，肯定没你多呀。你说嘛。啊，你说说不出口，太少了，跟你这个一个月几个亿的没法比。哦，对，以后要靠你了，你是这个背景这么厉害，好吧？好，好，再见啊，再见。好，再见。这位老人的思路非常清奇啊，反正我是走不进他的内心深处了，不知道有没有谁能够懂他的思想呢？也可以在评论区告诉秋裤啊，喜欢秋裤的也可以点关注，点个转发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，大家再会。